相反的是，台钢猎鹰自己的三分命中率是真的比较低一些哦。哇，才刚说完，米可马上来补血一下。对，好，对。甚至他们放弃了冲抢进攻篮板的机会，全员都冲进来，冲回去做防守。五个维奇的外线投进了三分球，他总算扬眉吐气了。没错，而且这个目前为止是命中率是不错的，只是自己在如果能够控制一下自己的一个失误，不要让中线。白萨给到五颗维奇。再交给李汉生外线发射进，他今天第四个三分了，今天手感非常的好啊。阿巴西今天15分，李汉生中距跳投没进，但是五颗围棋进攻篮板补进。郭少杰、简伟如，甚至古毛汉生等等的球员恰进来的哦。好球，金恩非常无私的给到后面跟进了五颗围棋，两分要到。科维奇高举高打，勾射得分。到一开始就陷入犯规麻烦的时候，还能够维持到这么高的一个领先的一个位置。科维奇在篮下扛开了对手，两分要到。今天他是真的打得比较挣扎。科维奇在上周的 T1 初登场表现还不错，但这场比赛打得有点闷了。三分球，这时候五科维奇投进。猎鹰4胜14败，目前在五队里面战绩最差。对，那当然现在他们就要跟战神来争取最后一场晋级季后赛的一个门票。对。